12日的音乐银行，这天的上班路也是非常热闹。首先就有许多 idol 十分有精神的打招呼。超强新人女团一季，一登场这闪光灯就没有断过呢。推出新 solo 专辑的孝敏，身穿粉红色外套靓丽现身，一早就相当美丽。由车太炫和红精灵组成的限定组合勇敢的红车，这天跟着 Summer 一起来了。最后登场的泰明一现身气势就非凡，他也非常亲切，不停和大家打招呼呢。